好，我是姐姐黑。今天我们要拿出这个生活数学主题书第四本，翻开第四页第四面，来，我们来看这面。你最喜欢哪一种动物？下面八种动物，哇哦，请依照顺序排一排。来，我们要拿出这个玩具，里面有一二三的。这样子的，要拿出这个来哈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第一个是牛，第二是熊，第三是大象，第四是狮子，第五是马，第六是星星，第七绵羊，第八老虎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下面，我们现在就要正着顺序排哈。来，牛是几号啊？牛是一号，所以我们要拿出一号来放在这里。好，第二个熊是几号啊？熊是二号，二号我们就要拿出二号来放这里。来，我们来看大象是几号？大象是三号，所以我们要拿出三号来放在这里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狮子是几号？狮子是四号，我们就要拿出四号来放在这里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马是几号？马是五号，五号我们就要拿出五号来放在这里。星接下来看星几号啊？星是六号，我们就要拿出六号来放这里。来看绵羊是几号？绵羊是七号，我们就拿出七号来放这里。来，我们来看老虎最后了，老虎是八号，我们就拿出八来放这里。好啦，这个就好啦。来，我们来看隔壁第五面，来看另一面，第五面也是一样，要看图排序。来，根据第四页图示的顺序，帮动物玩偶排队，并连看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要拿出铅笔来，要画线啊。来，我们大象是几号啊？来，我们来看旁边的图，大象是三号，所以我们要画线去三号。来，我们来看熊是几号？来看这里这个图，熊是二号，所以我们就要画线去二号。狮子是几号啊？来，我们来看，狮子是四号，所以我们就要画线去四号。牛是几号？我们再来看，牛是一号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来，我们就要画线去一号。下面绵羊是几号啊？来看图，绵羊是七号，我们就要画线去七号。好，马是几号？来看，马是五号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画线去五号。来，老虎，来，我们来看老虎是几号？老虎是
八号，八号我们就要花线去八号来看。最后星星是几号？星星是六号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花线去六号。好啦，小朋友要记得啊，要写上日期。好，今天到此为止，拜拜。